我想两太后兰若芷文确实金童玉女，天作之合呀！你就奉旨提亲吧。你不配的，她是王爷，你只不过是个丫头。我跟你保证，你过了门，我们绝对不会让你吃一点点苦的。放开她！狗奴才，你对她做了什么？我一棍子打了你，你不会打死的。丫头怎么了？ 我就喜欢丫头，相信你见了我的女儿，话就再不会这么说了。你的女儿我还是不见得。我一定要嫁一个出人头地的夫婿，而且很合适。未来娱乐台，新施工案。